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殿下知道您和兰香独自离府，动了大怒。那关他们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热的天都起来吧。听到没有？王妃让你们起来，为何不起？属下失职，自愿领罚。出问题的是我，还是我受罚吧。我知道错了，你罚我便是。错在何处？身为殿下的王妃应该恪守本分，老实待在府里，而不是乔装打扮出去抛头露面，到时候别人认出来实在丢脸。你认为我是因此而生气？不是吗？看来你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。你说这殿下为什么就不能干脆一点？他就直接告诉王妃娘娘，他生气是因为担心他们出去有危险。对呀，这不是没事找架吵。不管怎么样，今日是我有错，还请殿下息怒。你让那些人先起来吧。芙蓉，我知道你不想嫁给我，但现在你已经是王妃了，我要你记住，不管你犯任何错，都一定会牵连他人。我知道了。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